盲侠大律师用心眼追寻公义，我可以好肯定咁样话俾你听，我有能力睇穿人心噶。佢边句真边句假，我会分唔到咩？听到佢不断喺度刮痕。人系我杀嘅，你唔好再讲啊！我要办案，警方先会重新开始调查，将真正嘅凶手揾翻出嚟啊！通常简单嘅咧，我系唔会查嘅，要揾得我查嘅，通常都唔简单。为了真相踩界侦探不惜胆搏胆去告一个无辜的人，证明他是清白白痴。没差时间，现在差一步而已，我不想靠你所谓的专家。一定没事的，我就在法官面前斗十我打自己不像。我是盲侠唯一信用的师爷，他什么 case 都经我手的。黑道师爷有压力兼有实力，人家有律师啊，我是癫鸡，我出世就想做师爷。反对，被告律师无理质疑我当事人。反对有效，不过这里是法庭，只有双方律师才可以进行抗辩。Cherry 法官阁下，